大牛 ，Hello， 我是机器人店长，快点进来一起听故事吧。就爱听故事。今天约好来听故事的人是琳琳和莎拉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可以听吗？不行，是秘密。对哦，是秘密啊，跟我有关吗？没有，但是还是不能告诉你。好吧，那你们还想听故事吗？想。咔啦咔啦，齿轮转圈圈，咔啦咔啦，故事在这边。小声跟你说，小茉莉有很多秘密放在心里，不能告诉别人。所以每次当心里的秘密很想跑出来的时候，小茉莉就会找人说。怎么可以说？说出来就不能算是秘密啦。对呀。不要急，小茉莉找的对象很特别哦。小茉莉会把秘密告诉小金鱼，因为小金鱼不会告诉别人。小茉莉也会把秘密说给住在地底下的小地鼠听，因为小地鼠也不会告诉别人。有时候小茉莉也会说给信箱听，因为信箱不会告诉别人。对，你们答对了。哇，小茉莉真可爱，她找的人都不会说秘密。对呀，下次我想说秘密的时候就学她。可是有一天，小茉莉的秘密还是被说出去了。这一天，小茉莉决定把新的秘密告诉她的兔宝宝，她相信兔宝宝也不会说出去的。没想到妈妈整理房间的时候，兔宝宝就把小茉莉的秘密说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小茉莉最爱妈妈了。”小茉莉很着急，用手捂住宝宝的嘴巴。妈妈笑笑地说：“她也要告诉小茉莉一个秘密。”她说：“妈妈也最爱小茉莉喽。”哎呦，故事说完了。谢谢机器人店长。不客气。你们知道兔宝宝为什么会说出秘密吗？我知道，因为兔宝宝爱说话。我看到兔宝宝身上有录音功能。短摇，莎拉好仔细哦。没错，书上最后有画出兔宝宝的录音开关。原来是这样啊。